目前的智能手机可以说在屏幕上越做越大，这也是主流的趋势。当然小屏幕的手机也是存在的，太大屏幕或许携带不方便，在放不进口袋的时候甚至需要放进提包内，一般手机还是可以放进口袋内的。但现在有个话题，手机在装进口袋的时候到底是该充电口朝上还是朝下呢？据了解，更多人愿意手机充电口放在朝上，而有些人则是相反，还有一部分用户则是怎么都行。在维修手机师傅看来，手机放兜里很有讲究，应当充电口朝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裤子口袋里是很脏的，平时的一些灰尘或者毛毛都积来在口袋里洗不掉，我们把手机放在口袋里，经过摩擦，这些灰尘就都出来了。如果充电口朝下，灰尘就很容易跑到充电口里边，时间一长充电口就会积尘，最容易导致充电接触不良，也是必然的。当然有的 3.5 毫米耳机孔也适合充电口在一个平面，无形就将更多灰尘灌了进去，就会出现耳机孔接触不良，或者是手机充电慢了，甚至是充不进电，这时我们就需要清理。如果平时我们注意起来这个问题，将手机充电口朝上，问题就会好很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转发和点赞，下期我们再见。